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邵雨薇，在5月1号里面饰演的是张怀文，很高兴电影 DVD 在9月初就要发行喽，也会在 Go Movie、行动电影等数位平台推出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有关于17岁青春的电影，一定要支持哦。你还记得我吗？小时候圣诞树看起来好高好高，长大了，圣诞树就变得好小了。但那棵拥有17岁的圣诞树，好像已经种在我心里。你好吗，林克明？在英文演讲比赛的颁奖典礼上，你在我耳边说：“下次我不会输给你。”那天再见到你，我觉得你真的赢我了。哎，他还跟踪你啊？说不定他还走这条路啊。他想你，你不要胡说了。哎，王磊，他跟你什么？隔了那么多年，想不到还会收到你的信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你永远17岁，那个不肯回头的少女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们也会变老。你看到了现在的我，但我都没有看见你。你就连这样的事情也不肯让我赢一次吗？哎，乔。啊，我吃了，哎，康妹，不用吃饭，他看你吃就饱了。王磊到底哪里好？那气球那么小。报告主任，我们拉十元，你还有理由啊？给我去道歉了。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。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声：“哦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”